考多少分啊？哎，告诉你们个绝密消息，陈宗玉才考60分。啊？看看，其实他才考52分。50？二？还不及格呢，还没我好。才考就是考50。哎，周小航，周小航。你牛什么牛？不就比我好一点吗？用13.20减13.10。哎，杨小子，我高天不曾问过人，不过这次必须问你。这道题我感觉我对了，为什么老是给我打个岔呀？明明就是错的嘛！你看，最小的自然数是零，没有最大的自然数，应该这样做，懂了吗？哦，懂了懂了。早知道我能考100分了。哦，哎，小鹿考多少分？别灰心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我相信下次你一定行。我倒没什么，我就是怕我妈妈受不了。没辙了吧？要不要我给你们想个办法？你会有什么好办法？我这个办法呀，保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我才不信呢。这个方法我常用，对付家长百试百灵。你别卖关子了，快点说，没看你这小鹿都成了什么样子了。其实这也很简单嘛，你们看啊，就是把这77分
给它改成97分不就行了？啊，这也叫办法？别瞎起哄。棒棒，你在发明什么呢？人体信息跟踪仪。不明白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把一个人的信息输入进去，我就可以随时掌握他的所在位置。这有用吗？当然，我爸爸发明的东西就一定有用。那也不一定吧。我记得你上次发明那个压缩食品，说能解决人在太空中的饮食问题，可是给宇航员吃了，压缩食品在宇航员的胃里无限膨胀。还是老顽童爷爷采取及时援助，才没出大乱子。哦，我那叫人有失手，马有乱蹄，是我棒棒众多伟大发明中的一个小小的失误。这个跟踪仪可不一般，只要我把008号的信息输入进去，它的一切活动我都会了如指掌。对了，你见过真的太阳石吗？我马上就可以见到。哎，刚才还在这儿呢，怎么这一眨眼就没了？这……同学们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地球的形成。大约在45亿年前，张小璐，你来回答一下，关于地球的成因，目前为止有多少种说法？77种。从哪儿去了你？Thank you.
哎，小鹿，放学了。叔叔，大中午的你站这儿等谁呢？叔等你啊，叔有话跟你说。小声点，来者不善。没你什么事，回家玩去。去去去去。哎，小鹿啊，叔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。好事还是坏事？你说你叔什么时候干过坏事啊？也没做过什么好事儿。要干什么？你说吧。我有朋友啊，想看一眼太阳石。不行，我爸爸说了，要我们好好保管太阳石。我知道你爸说了，你爸谁啊？你爸不是我哥吗？像你跟小航一样，你说你有朋友想看一眼小航东西，能不让看吗？就让我哥们看一眼啊。别人还可以，你的朋友一眼也不行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因为你的朋友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太阳石不能让他们看。那好吧，我有样东西让你看看。什么东西？哎，你凭什么拿我的卷子？还给我。还你也可以，让我朋友看一眼太阳石。不可能。哎呀，那好吧，我就把这卷子交给你妈妈，也就是我嫂子啊。怎么样，考虑清楚没？拿来，我自己交给妈妈。小鹿，如果我不看这卷子，我根本不相信这是你的。对不起，妈妈。我下次一定努力考好。我说小鹿啊，现在是你小学最关键的时候，你马上就要升五年级了，你可不能有半点马虎。小鹿啊，你妈妈说的对，在这个时候啊，就像足球比赛的相持阶段，稍不留神呢，就会前功尽弃啊。你听到了吗？哪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呀？不就是一次考试没考好吗？小鹿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妈小时候呀，还考过60多分呢。阿玲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实话实说。你别胡说好不好？我就看不惯你们这样，这么大点的孩子，招谁惹谁了？哎，姐呀，我看你小时候考的分还没这高吧。哎呀，行啊，阿玲啊，现在跟过去能一样吗？孩子都一样，我看不一样的是你们这帮当家长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别……哎呀，你们别争了，下次我保证考90分以上。这不就对了吗？这才是我的乖女儿呢。小鹿啊，说话要算数啊。哈哈，这问题解决了，今天的会啊就开到这儿。散会吧。小鹿他妈，你等一等，大河有消息吗？昨天打了一个电话来，说已经到了乌鲁木齐了。爸，吃饭吧。大爷，听说你知道关于太阳石的传说？我知道不多，只知道一点点。好，那你能不能都告诉我呢？我把我知道了都告诉你了。相传啊，很久很久以前，罗布泊是一个草肥牛壮的大草原，那里有一个国家叫罗兰。一个牧民在放牧的时候捡到了太阳石，他想把太阳石送给国王，不料被国师知道了。那后来呢？说来话长。同学们，你们的数学老师病了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们的数学课就由我来带。为了了解一下你们的学习情况，这节课我们来进行一次小测验，请把和数学有关的东西收起来。
真讨厌，怎么又是测试啊？报告首领，008号依然没有丝毫进展。那快乐星球那个笨蛋呢？他已毫无进展。主人，我有一个想法。哎，你说说看。主人，您是宇宙间最聪明的君主，没有您解不开的难题。主人可以命令008号把太阳石偷出来，我们自己研究。有道理。我们也应该见识一下真正的太阳石了。首领，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呀？我们要神不知鬼不觉的。啊，首领英明。不，是我的开心果英明。我是主人您创造出来的呀。好，我现在来公布一下咱班的成绩。倪苗96分，郭晨晨94分，王晨96分，郭威97分，许成石88分，周小航95分，周小璐87分，娄伟丽92分。小璐，别伤心了。这次考不好，还有下次嘛？我跟妈妈保证，这次考试一定要在90分以上。可是，这只差3分嘛，你妈妈不会怪你的。我妈妈不会怪我，我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的。秀子，你说我是不是很笨？咱们女生中，你最聪明了。可是这两次考试，应该是你没有发挥好，这可不是你的实际水平。可妈妈看中的是分数呀。这样就可以监控008了吗？对，以后008号就在我的掌握之中了。那你帮我看看他现在在干什么？没问题。谁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意外情况，完全是意外情况。慕容老师下课了。嗯，下课了。怎么样，诸葛老师，我们班的数学课还好吗？嗨，小菜一碟儿。我打小学开始就一直是数学课代表了。哟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校长让你教科学课，岂不是大材小用了？哎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能和慕容老师共事是我莫大荣幸啊。我可不敢当啊。哎，对了，诸葛老师，听说你在搞一次测验，班里同学的成绩怎么样？总的来说嘛，我们班的成绩还是不错的。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但是，拜托诸葛老师，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呢？但是周小璐的分数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是吗？我认为小璐不应该只考87分，这里面肯定有原因。你不说我倒也给忘了。诸葛老师，上一次小璐的测验考的就不好，只考了77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你想想，一个原本学习非常好的学生，突然一下成绩下滑得这么厉害，这里面肯定有原因。如果我们替他把他找出来，那后果很严重。那会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分析呢，
目前社会很复杂，社会上一些不良信息给孩子带来了很多影响，现在孩子们成熟期普遍提前。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早恋？根本就不可能。哎，慕容老师，嗯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有啊，不过已经分手了。哦，分手就好，分手就好。嗯，你说什么？别找了，我在你后面呢。东西我带来了，快让我看看。这儿人多，咱们换个地方。小鹿的事情就交给我吧，我相信凭我能力一定能把原因找出来。那就太谢谢你了，诸葛老师。哎，慕容老师，你晚上有时间吗？干什么呀？我想我们一起吃个饭。哦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诸葛老师，晚上已经有人约我了。哦，那好吧，下回吧，下回吧啊。说好了，别被人看见啊！说啊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答应大哥的事儿呢？啊？你放心，我棒棒说话算数。等你有时间把航模拿给我，我帮你改。好，明天还这时候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凤翔，把多面体和艾克他们叫过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系长，让笨笨也开开眼。我知道了。棒棒，先让爷爷看一看，爷爷都等不及了。不行，等多面体他们来了再看吧。还是让爷爷看一看的好。为什么？我可以帮助你鉴定一下真假呀。放心吧，这是周小安的叔叔亲手交给我的，错不了。别动。哎，老安同爷，好，既然你那么想看，我就让你看一眼。好，好，好。老安同爷，就一眼啊。哦，行。你看，老安同爷有问题吗？和资料记载的不一样，棒棒。我认为这是一个赝品。赝品？根据资料记载，太阳是一出光芒四射，有如一轮太阳，而因为它的形状也像太阳，故而得名太阳石。你看你这个太阳石锈迹斑斑，毫无光亮。是啊，一开始我怎么没有注意啊。哎，对了，让我检测一下，如果是真的太阳石，我的仪器就可以检测到它的信号。好。怎么样？假的。爸爸，多面体他们来了。老奴爷，你帮我应付一下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去找周大山算账去。兄弟啊，我可全给你了啊。你再点点。哎哎哎，咱先小人后君子，这货得按上次的价钱收。哎，只要你能达到上次航模的水平，我照单全收。好，没问题啊，拿好了。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发财了！哎呀。
树哥老师，你不是找我有话要说吗？怎么说呢？你是老师，有什么尽管说呀。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目前呢，社会上比较复杂，各种媒体又很多，难免有一些不良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学校里，就连我们小学也无法避免。现在我们小学生获得信息的途径是很多，我觉得这是好事呀。啊，那当然，不过事物总有两面性嘛。比如说一些儿童不宜的电影啦、电视剧呀、你们小学生也是能经常看到的。适合我们小学生看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。哎，老师，你找我不是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吧？啊，当然不是，我想跟你讨论一下这次数学测验的问题。这次测试我没考好。对，我是想和你一起查找一下你考不好的原因。可能是太紧张了，越想考好就越容易出错。这只是一个原因，你再想想还有其他原因吗？其他原因，对了，有。说说看。这部分内容我学得不够扎实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从你的思想深处找找根源。灵啊，什么时候赶上坐蹬三轮的了？哎，这年头挣点钱我容易吗？我送货能挣多少钱呀？谁送货呢？你好好看看，全是高科技产品。哟，这么多航模往哪儿送呀？跟您不是一层次，没法交流。行了，那我走了啊，拜拜。牛什么呀，不就坐车了吗？回头我买两辆，我再买两辆，我爱坐哪两辆就坐哪两辆。哼，诸葛老师，你给点提示吧，我实在想不出来了。那好，那我就给你点提示。你们现在这些孩子和我小时候不一样，我小的时候除了学习就是瞎玩，什么也不懂。我们也一样啊。不一样，太不一样了。你们成熟的早，什么事儿都懂。小鹿，老师问你个问题，你可要如实回答。行啊，只要不是国家机密我都告诉你。国家机密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在咱们班上有没有喜欢过某个男同学啊？当然，这是你的个人隐私嘛。老师，你把我们想得太复杂了。哎，怎么卖这个？对不起，这也不卖。师傅，航母怎么卖？航母不卖。我早说了，他不是卖航母的。大姐有眼光啊。他是送货的。一点眼光都没有。这回我就要他的好看，好好教训他。我不是卖航模的，也不是送货的。你是干什么的，小伙子？我跟您解释不清楚，您请吧。别，哎，
有病。我是有病，我说等你等病呢。你看我带来了。小鹿，你真行啊！啊，学会说谎了。还有你，小航，你们合起伙来蒙我呀？啊？要不是诸葛老师给我打电话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呀。小鹿，去把戒指拿来。妈妈，没我什么事了吧？小航啊，以后在学校有什么事儿，不要隐瞒妈妈。遵命。你去吧。暴风骤雨至少要持续2个小时，记着阳光总在风雨后，快去吧。小鹿啊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一定要考90分以上的呀。真的假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吧。这怎么能是？不，就算是假的，那谁能证明是假的呀？啊？这不需要告诉你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啊？我没骗你啊！你要太阳试图给你带来，你答应给我改模型呢。你还想抵赖？帮我，求求你，别拿那个弄我了，我错了，我求你原谅我。我真的没办法，小鹿死活都不给我，我才去古玩城弄了一个假的骗你的，啊，原谅我，帮忙。好，我原谅你，再见。哎，帮忙，别走啊，那我这航模怎么办？航模，你自己留着慢慢玩吧。哎，帮忙。赔了，全都赔了。你为了谁呀？还不是为了你自己吗？妈妈操心为了谁，知道吗？你看人家的孩子，人家能好好学习，我们为了什么？啊，妈妈给你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，我们就应该去对得起妈妈。我这里可从来不退货呀。嗯，老板，大哥，算你帮个忙，兄弟求你了。嗯，退也可以啊。五折你也太黑了吧？这五折我还不想收呢。行，你够狠，我扔的都不给你，咱走着瞧。嗯。Can I come in？ 进来吧。怎么啦？这么没精打采的啊？小姨，你快救救我吧！再这样下去，我都要崩溃了。可怜的孩子，你小姨呢？我是非常非常的同情你，理解。嗯，在学校里，老师怎么说我都没关系。可回到家，妈妈非逼着我要找原因，不就是测试没考好吗？哪有那么多原因嘛？
其实呀，这都是分数惹的祸，知道了。小姨，国外也有那么多考试吗？当然有了，不过他们学校呀，一般都不会公开学生的分数，学生家长呢，对分数也不是那么重视的。真不知道，在妈妈心里是分数重要还是我重要？小鹿啊，要不然咱们来一次实验？什么实验？阿霞，看一看楼，精品航模，跳楼大甩卖来！哎，大哥大姐，过来看一看吧，多好的航模啊，给孩子买一个啊！卖蛇拼了命想买，这卖的蛇看都没人看。哎，大哥，能买，但是航模不知道从哪弄的，走吧。哎。小伙子，生意怎么样啊？哎，小伙子，我全包了。多少钱？四千。哎，四折。行，你都拿走。哎，给我送去啊。哎，大哥，再加20块钱送货费吧，好吗？哎，哎，大哥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哎，等等我。哎，回头我再找你算账。哼！小韩、小梦，哎，你怎么还睡呀？快起来，起来，去吃饭。一会儿我给你们请了家教就来了啊。小鹿呢？楼上。快去吃饭，我叫小鹿去啊。精神，精神。小韩，你看见小鹿了吗？小鹿走了！天哪，爸！爸！爸！大姐，怎么了？小鹿走了。小鹿怎么了？妈妈，我数学没考好，没有什么特殊原因，可你们非要逼我找深层原因，在你们眼里，分数比女儿都重要。我走了，小鹿。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啊！我去车站找，快！我去学校，其他同学家长。小何，你去附近小区找一找，快点下来！快下来，快下来！要不要报警啊？哎，别，咱们不要报警，悄悄的找，不能缘分也对孩子影响不好。哎，对，还是他说的对，我去找找吧。哎呀，这。
我来找你玩啊。先别玩了，快帮我找找小鹿吧。小鹿怎么了？哎，说来话长呀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伯父，您别担心了啊，小鹿呀，他不会有事儿的。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女儿，我能不着急吗？真的，小鹿他不会有事儿的。嗯，喝水。嗯，你怎么知道没事儿？我来帮你，肯定没什么问题。你，行吗？棒棒出马，马到成功。这是什么？你别问了，快跟我来。都怪我，我不应该这么逼他。其实小鹿在家是个很懂事的孩子，在学校也是个好学生，就是我对他要求太高了，唉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小鹿，我可找到你了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这是我们的秘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小姨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。小鹿同学的事情，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通过这件事，也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老师反思的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四年一班所有同学的成绩都属于个人隐私，不再对外公布。我会用算术数清所有的星星。